Hello dear friends, here are some maths exercise, 4th grade maths. So I will do it in Chinese. And arrange the numbers in decreasing order, in decreasing. So it's from bigger to smaller. So which of these is the biggest number? 哪一个最大？我们先看一下哪一个最大。先看看它的位数，有的是四位。有的是五位，个十百千万，有的是十五位，那么肯定是五位的要比四位的大，对不对？因为它的位数已经多一个了。为什么位数多一个呢？它就是说明已经比它大一个级别了，这么说好不好？所以先要看这两个比，这两个比比起来哪个大呢？第一位，我们先从前面比，他们两个一样，都是一和一，都是零和零。好，现在还看不出来，这个是零，这个是五，那肯定是这个大。后面你都不用去比较了，所以我们先写下来。第一个数是一零五九零，第二个数就变成了一零零五零。那么下面这三个数开始比了，这个三个数怎么比呢？先比它的第一位数，最大的那一位，最往左边这一位，999，不去比。第二个这是百位，951，那就是九的这个大，那就把9950写下来。现在呢，就剩下这两个了，是9590、9190，五比一大，所以9590、9590，最后9190，这道题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写出来的。那么这一个题怎么算呢？这个都是在点上面，我们不要看后面的尾巴有多大。第一要看这个点，从点以前开始算个十百千万，算位数。点以后的我们先不去管它。点以前一个是八，一位八，二，二，七，谁最大？八大，所以写下来第一个是8.3。那么第二个呢？二，二，七，第二个就是七大，我们是7.28。第三个呢？283205 2.88，这个是零，所以2.83比2.05大，2.83 2.05，是不是很简单？那么这一题呢，就是复数了，有复数在里面，有复数在里面呢，复数越大，实际上的值越小。我们怎么来看呢？比如说，这是一个线轴，以这个为零，这边是一，这边是二，这边是三，这边是四，这边是越来越大，这边是到了零，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其实呢，我们可以把零作为零点，已经到零了，这边就是负的，负的。那么我们这样看不清楚，那干脆把这个作为最大的。这个呢变成最小的，怎么能够想出来正和负的区别呢？正的就是你有钱，有好多好多钱，有的越多，你的数量越多，说明你越有钱。那你这个负的呢，就是欠的钱，你应该给别人的钱，你应该给别人的钱越多，你是不是自己就越穷啊？你要还好多钱，对不对？或者说我们就说钱的问题吧，因为钱比较好说。家里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跟同学借了钱，借了铅笔要还。你送给同学，你借给同学一个铅笔，你自己有很多铅笔，有的越多越富，对不对？但是你老管别人借，借了铅笔以后就要还。你有妈妈刚买一个铅笔，你就要还给别人；妈妈又买一个铅笔，又要还给别人，这样你老也没有。对不对？这样就越借的越多，就越穷越少。所以这边是正数越大。我们先看看这些数里头，正数越大
就越大，负数数值越大，绝对值越大，这个数目的离这个中线，离这个终点就越远，就越小。所以62这个是正数，62和21是正数，62比21大，还用说吗？不用说了，因为6比2大，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数是62，那么第二个数呢是21，第三个数我们开始看负数，负的20、负的34、负的42，哪一个负数的数值最大呀？这个最大。哪一个负数的负值最小啊？是2，负20。所以呢，负数刚好是反过来的，这个数值越小，离这个原点越近。所以是-20、-34、-42，对不对？就是看谁离它这个距离越往这边越大，越往这边越小。这个是比如说噔噔噔噔到-20，那-42呢？叮叮叮叮叮，还要往这边走，-42。那么-34，那是在这个中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是这个值。好，这两题做完了。Find the value of each of the following. 那我们就是做加法，很简单。54.86加上2.9。做这样的题呢，最重要的是对好位。就是说爸爸和爸爸对，妈妈和妈妈对，哥哥和哥哥对，姐姐和姐姐对。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说话，苹果和苹果对，梨和梨对，不要分开来。所以我们先对好小数点，这个小数点呢是2，小数点一位是2，这是那个小数点，小数点后面是9，这样对就对对了，对不对？9、7这样算起来就很简单，57.72，对不对？如果我们要是把这样就是对了。杨老师爱你，爱好棒。如果你要是这样写，54.86加2.9，这样就不对了，因为它没对上这条线，错了。杨老师不高兴，生气。 OK， 好，一定要对上这条线。那么下一题，10.5减6.07，把这个跟这个分开，我们好看清楚。10.5减6.07，你可以心算，心算的话等于5减7的3，5减7的4，4点四。好，那我们用口。数式来算，10.5减去6.0，对着这个5、7，对不对？这样你可以虚虚的写上，这里有一个零，0减7要借一位，借一位，杨老师都是习惯这样写的，借一位呢就变成了3，5减1。就变成了4，那么10减6就变成了4.43，借一位。下面我们再算一个，60.45除以3。这道题等于20.15，我心算已经算出来了。这样怎么算呢？我们可以用数式，60.45除以3，23得6，零三得零，还把零抄下来，把这个小数点继续写04，那么这边就变成一个4了，对不对？13得3，还剩下一个1，4减3剩1，15，3 5 1 15，最后等于0，所以等于20.15。
好，我们下面再算一道题，32.25乘以8，这个我们心算也能算出来。那么我们还是用竖式来算，32.25乘以8，5840，2816，16+1等于20，2816+2等于18，3824，25。那我们数一数有几个小数点，1、2。那我们在后面这个结果还要数出两个小数点，所以最后的结果是258.00。这个点零零可以不要，因为小数点以后如果是零，它并不存在，它并没有价值，可以给它取消。这样我们写的显得很清楚，等于258，对不对？好，下面还有一道题呢 ，use parentheses to 800s。Use parentheses to make the following equation true. 好，第一题呢，我们先给写下来。24除以6除以2+3等于5。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边等于五，这边等于三。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结果变成二？2+3等于5。试试看，怎么样把它变成二？4×6=24，24除以6等于4，4除以2等于2，2+3等于5，刚好。这个你可以加括号，也可以不加括号，因为在乘法和除法、加法、减法一起用的过程中，乘法、除法是先做。加法减法后做，所以你没有括弧，这个也可以是正确的。你就这样写，没有人会说你错。但是这道题让你画呢，你可以画蛇添足，把这里头加上一个，没关系。不加这一个，你也是对的。OK，this one because in the algorithm.Okay, I'd better leave it next time when I'm comfortable with English term of English mathematics terms, I will use it to explain. 好，下面我们看这一道题，24。这道题出的题呢是这样，24除以6除以2+3等于11。24除以6除以2+3等于11。我们看一下，这里头没有减法，那就是让最好让它能够变成八，或者是，把这一个怎么变成八，对不对？这个是11，这个是3。这个推理的过程呢，本身也并没有什么道理，就是自己一步一步的想，用脑子算出来的。There is not really a particular, this is not algebra, there is an unknown. And all this is already here, you really cannot use an algebra, use a number to substitute a certain number. You just try.All the possibilities. When you have a sense of number, it becomes very easy. You know this one is 11. This one is 3. How to make it into 8? It seems quite doable. But if this one divided, it becomes 4. And divided becomes 2. Not good. So how about you divide this way? 6 divided by 2.所以6除以2等于3，24除以3 24 divided by 3 equals to 8, 8+3 equals 11. So this is the way of doing it. Now I will say in Chinese again. 24除以6
除以三加三等于十一。现在这里是十一，这里是三，那么我们需要这整个这一些这一大部分的运算变成八。怎么让它变成八呢？六，你知道，一看到一个二十四，再看到一个八，你就要去找一个三，三八二十四。这个你是在昏迷的状态下。Even you are going to die, you remember, three by eight is 24, right? You never forget it. So 六除以二可以变成三，二十四除以三等于八，所以这一道题的最后结果就是二十四除以六除以二（括号加三）等于十一。Okay, round up number. Round up number is I will not do much as an improper perfection. Okay, so this one is express 二又五分之三 two and three fifths as an improper fraction. Okay, what is improper fraction? Improper fraction is not a proper fraction. Is that it is before.就是不是最简分数，怎么说呢 ？Improper perfection. It's not the simplest, the most elegant way of fraction. So 二又五分之三，五分之三 ，five parts, and it takes three parts. This is Chinese way of saying 五分之三。二又五分之三是不是等于五分之二五一十加三？这个是不是等于二？这个，所以等于五分之十三。Okay, express four nineteen fourths, 四分之十九 as a mixed number. Okay. So the number give us is 四分之十九。四分之十九，你把它化简，这个是一个。并非是最简分数，我们要把它变成最简分数，那就是四四十六，所以等于四分之四四十六加三，十六加三是不是九？所以我们上面和下面并没有变化。那么四，十六除以四是不是变成四？又四分之三，四又四分之三。其实也可以等于 4.75, 对不对？这一道题也可以等于 2.6,、这个是变成 decimal, we are extending our answer. OK, 4.24 express 4.24 as a fraction in the simplest form. 4.24变成什么样的 fraction? 4.24,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它变成4又100分之24，对不对？ 0.24, 你把它除以100，这个就变成24, 0.24, 然后这个还可以被除以4除。四呢变成二十五，四六二十四。那么现在我们就到了最简了，不能再除了，所以等于四又二十五分之六，四点二四。Express 6.54, 把六又五分之四变成小数 ，decimal is 小数，是不是等于六点八？怎么算的？八呢？四除以五，零点
五八四十，所以等于零点八六，六还继续抄下来，六点八。What number is? Okay, we will see the question first. What number is 0.7 more than 25.38? That is relatively simple. So 0.7 more than this, so it's an addition, right? 25.38 加0.7等于26.08，怎么算出来呢？25.38加0.7，要对好位，一定要对好位，因为它是在小数点后的一位，它是小数点后的一位，小数点前的一位，一定要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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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26.08 Write the decimal represented by each letter. 好，这道题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5.8 5.85 5.9，那么我们先看一下5.8 到5.85中间有几个个，5.8 1,2,3,4,5 1,2,3,4,5，所以呢5.8到5.85隔了五个个，那么这个就是5.81 5.82 5.83 5.84 5.85，5.86 5.87，我们就可以这样一步一步的数过来。来，我现在画一个图。5.8 5.8 5.81 5.82 5.83 5.84 5.85 6 7 8 9 5.9，是5.90。所以，坏了，我把5.8写在哪儿了？这个是5.8 2,3,4,5 5.85 3,4,5 5.9。 OK， 这里有三个数，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去算出这个数在哪里？这个是 A 点 ，B 点。B 点在 5.85 之前一点，这一点是 B 点，要求的 B 点。那么我们把这个画上圈圈，然后 C 点在 5.85 过来，这样一点，这一点是 C 点，所以是 5.80 5.81 5.82 5.83 5.84， B 等于5.84，5.84 5.85 5.86 5.87，刚好是 C， 5.87 5.88 5.89 5.90。那么这个我们往这边算算看啊，5.89这个就是5.80，这里是5.80，比5.80少0.01个，就是5.79 5.78 5.78，好了吗？ Write the missing decima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Okay, this is also quite an interesting exercise. Okay, this one is also recycled paper. Okay, I got to go. Write the missing decimal.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this one, I will write down first.
32.82 加什么呢？我们现在算一下，这个结果实际上就是32.82减去6.45等于七，12-5等于七，借一位呢就变成七，7-4等于三，12-6等于六，又借一位变成二，26.37。好，下一题 ，A、B 题。56.04减去一个数等于21，那么21，那么这个数是什么呢？就等于21+56.04等于77.04。No。刚好搞反了，等于，对不起，56.04减去某一个数等于21，那么这一个数要挪到这边来，所以我们把它设为 x， 好不好？我们把它设为 x， 对不起，刚才你们，刚才看不见了。那么把这个数呢挪过来，这边是正的21，挪到这边就要变成负的21。x 这一边是减 x， 到这边就变成正的，所以 x 等于这一个数等于56.04减去21等于35.04。这个是用代数的方法来算出来的。那么我们再用最简单的方法，56.04减去一个数等于21。那么这减的这个数是多少呢？我们先把这个56.04减去这个数，再减去21，是不是等于21-21？对不对？所以呢，等于零。所以这边这个数呢，就等于56.04减去这个数，减去56.04减去21，再减去这个数，就变成零。那么就是说，这一个数和这一个数是要一样的。对不对？现在能看懂吗？所以这个数的答案要把第一个数和第二个数减起来变成零，是不是两个数都要一样？对不对？那么就是说这个数要等于这个数，那么这个数呢，56.04-21刚好就是35.04，我们的35.04。那么我们要求的这个数，被减的这个数就是35.04。好了，我要去接孩子了，再见，谢谢大家。